七月七日，七不思议，请即报名参加2024年七月七日地球大神秘末世报道及培灵大会。七月七号，地球大神秘培灵报道大会，我哋喺当中里面有七个不可思议事件会同大家一起分享，其中包括阿拉纳山最新嘅发现，同埋全球里面有边种哺乳类动物系最大型嘅呢？我哋会俾大家睇到最大型嘅瀑布到底佢嘅含水量到底有几大，同大洪水有啲乜嘢关系？我哋喺现场会有展览，会有影片，会有分享，希望你都邀请你嘅朋友或者你家人一起出席地球大神秘培灵报道大会。